Hi, I'm Shanda. 差不多过年啦, 我今天想跟你们说我到时过年的时候会教我的小孩, 讲些什么东西, 特别是应该对, 家人讲的东西。 我们会教国语和广东话的, 我们会教, 恭喜发财, 恭喜发财, 新年快乐, 新年快乐, 身体健康, 身体健康, 事事顺利。 我不懂怎样翻译去国语的, 所以这件事可能只会教广东话的。 还有如果人家做生意, 就说生意兴隆, 这件事我又要问, 怎样翻译去国语的。还有如果你跟人家好熟或者讲笑或者想得意，就说利是逗来，红包拿来。我妈可能会教我的小孩讲这样的。我们今年在美国过年的时候是没有在中国或者台湾那么热闹啦。 不过我们都会买水果啊，煮啲鸡同埋饭啊，同埋啲庙咧就好多人嘅，真系好多人入去噶。我有一次咧喺广州过年嘅时候，喺嗰度揸，即系眯埋眼企住喺度拜喺个庙，广州嘅庙入边，咁我一下有一个感觉，即系人哋推埋嚟啊嘛。 咁我打開個眼嘅時候咧，人哋係褪咗去我嗰個嗰支香嗰度點咗佢個頭啊，係啊點咗佢個頭啊，所以佢一下想即係望我嘅時候想話我嘅，不過見到我係睇落去係外國人，唔係可能唔識講中文啦，所以佢就唔出聲。 唔知點樣話我，真係望住我咯。大家好，唔好意思，我想而家錄一錄，已經後日啦，所以我淨係想同你哋講，我唔記得同你哋講拜拜，到時再見，所以而家同你哋講埋，同埋喺廣州嗰間廟咧係黃大仙啊，我就係唔記得嗰個名係乜嘢嘢，所以我而家講聲俾你聽係黃大仙。好，到時再見，拜拜。